在一步一步的往，没事没事，放松。潘君伦用脚在旁边心急如焚，他希望把他的脚换成他的脚，但是不可能。等一下，好，不要吵了。 我不要扛不倒吗？就是这里了，没错。我觉得手绘手绘无力，手绘我哎，我自己也没把握哎。哇塞，对啊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想，我好像想要练习手绘。没有，我儿子小时候爱玩，然后我有我那个时候想挑战，但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啊，现在老板吗？老板是我邻居哎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他们家是在做大埔铁板烧，对吧？对，晚上的晚餐有着落了。哦，哎，对，哎，你会做铁板烧，他跟我们跟他演的新剧是攀岩哦，所以这位是对啊，哥哥，大儿子。 这么帅，结婚了，离婚了，恭喜恭喜！你自己人呢？对呀。我蔡少华就打麻将阿妹的哦。有啊，他小时候有没有很皮？很可爱。真的吗？我们当邻居当多久？二十年。真的是。我们是同一栋大楼，好巧哦。很入睡呢。 那你们怎么没有？你怎么没有追他？有啦，我们国中的时候一起打过桌球。哦，不行，但没有什么发展。你不记得了？可以的，反正离婚了。留下来，留下来。什么？人生就是这么多的事情。教练好吗？教练在旁边直接帮你拉一个姻缘线。没有，我要缘分这种东西，我们也不想说哇，那这个攀岩场太大了吧。 我坦白讲，如果前面凤叔姐没有爬，就是纯粹是红哥怂恿我上去爬的话，我应该就会说啊不行啊，然后就是放弃。可是前面凤叔姐爬成那样，我然后凤叔姐都上去，然后我不爬上去，我应该这样说不过去哎，而且应该会被网友骂。现在我们中华奥运国家代表队攀岩粉来第一女子选手蔡尚华小姐。 即将登上国际的殿堂，他腰有粉了，旁边还有，他已经可以的，他爬上去，我们留陪爬员潘君伦先生，少运之后，上场开始，预备，走，陈华走，而且时间已经过了5秒，蔡尚华在国内所有的攀岩比赛当中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目前为止还没有人。 可以击败他，现在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没事没事，放松。潘君伦用脚，在旁边心急如焚，对，他希望把他的脚换成他的脚，但是不可能。等一下，好高，没有吵啊！攀岩之光，来快到我，快到，用脚。女子选手蔡尚华即将抵达，没有不行，你可以。最顶端，再次，有有有有有有有。 那个红哥一直转播，搞我心烦意乱。我是花甲之年郑庆春，我是少年郑德义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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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按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对对对。